妈，你坐这。他爱吃馒头吗？咱俩吃这。我爱吃包子。毛肚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这有点不懂，你这点礼节你都不懂？咱们坐着吃饭，那能让老人坐边上？你这个道理，我说你不是你长那么大，你这点道理都不懂啊？妈，赶紧的，这个坐中间，不能让老人坐边上，快点的，来。妈，你坐里边。来来来，坐里边，坐里边，坐里边，嗯，坐里边。嗯，来，往前来，这能让老人坐边上吗？嗯嗯嗯，干嘛呢？老太太，岁数大了，一定要多吃点蔬菜，这样对身体好。对，多吃点青菜。这个，你看岁数大的都吃，都少吃肉。嗯，你像我们年轻呗，你看没啥事儿。你多吃点蔬菜吧，吃点蔬菜对身体好。多吃点馒头啥的，对身体好。